好，我是三号男嘉宾，我叫杨俊宝，今年28岁，来自吉林省梅河口市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：哥是全能搞笑咖，帅气仗义能养家，只要跟哥走，保你啥都有。亮姐好，你这个衣服真浪跳啊！对啊，因为我这是今年江西女同款嘛，我这是私人定制的。因为我觉得我穿什么都好看，因为我平时是我在私下里呢兼职做平面模特，所以我什么都敢穿。因为我也自己觉得呢，我有这个气质，能把这个衣服的特色衬托出来，不是说所有人都能衬托出这种气质的，对不对？燕姐，她那个小脑啊，不是小脑，这褥子面跟我这鞋是情侣衫，这一套的。小伙，你穿这个小红花衣服跟我家那背面一模一样。你今天穿这衣服跟16姐撞鞋了，跟15号海燕撞被窝了，啊？那我能把他俩都牵走吗？正好搭一起就一套啊！小伙，你买保险了吗？这么唠嗑。